性教练被受压 的事情，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迟来的正义。事发之间，我只是希望说我要得一个真相而已。啊，真相为什么会那么困难？从他第一次的无保请求，到这一次的那个媒体朋友们的帮我的忙，然后才可以导致说，哦，昨天那个核心教练在侦讯完之后，可以当庭的那个被羁押。这一点我也跟我儿子报告过了，我让他感觉，让他说我这个爸爸有帮他做到了。因为他常常，他是一个很乖巧的小朋友，他常常跟我说什么男子汉的约定，他是一个男子汉，嗯，所以我昨天也跟他说，我们之间的男子汉的约定，我爸爸有跟他做到了，也有帮他伸冤了。伊讲伊就是伊咧，伊会当强身以外，吼，啊，可以当保护他的家人。我阿伯吼，看到甲地方拢会伤心啊，心够痛。